这击换弹最快的枪你知道吗？最快的它换弹竟然不到 0.5 秒。第四名维克托 M417， 没想到一把射手步枪竟然也能上榜。 M417 换弹真的太快了，和维克托是一样的换弹速度，不装弹匣时换弹为 2.2 秒，装了快速或者快过弹匣后只有 1.6 秒，换弹已经属于超级快了。第三名 P1911，说到换弹快的枪，手枪肯定会上榜的，因为枪身就比较小，换弹肯定快。 P1911 的裸枪换弹是 2.1 秒，装了弹匣之后换弹只有 1.5 秒，怪不得很多人喜欢用它。第二名 P18C、 P92 沙漠之鹰，当然了， P1911 的换弹肯定不是手枪最快的，最快的还得是这三把手枪， P18C、 P92 和沙漠之鹰，都是裸枪换弹2秒，有弹匣后换弹 1.4 秒，他们的火力间隔真的很短。第一名爆炸猎弓，没想到吧，换弹最快的竟然是一把冷兵器，而且换弹时间超短，只有 0.33 秒。是的，它就是爆炸猎弓。这个 0.33 秒的换弹时间感知非常明显，感觉用爆炸猎弓就和不用换弹似的，实在太快了。小伙伴们，对此你们怎么看呢？